我肯定不能出卖知情人。总之，我很讨厌你，以后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为什么？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我明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为什么他们总是……我一定要让天宇知道，最后能帮他打败江城的，只能是我欧阳薇，而不是林芷墨。林芷墨已经失败，现在该是我上场的时候。只要我立了功，天宇就一定会醒悟。只有我欧阳薇才是他人生的贤内助。赵总、赵太太，很抱歉打扰你们，我是欧阳薇。你们故事其他人谁都不见。赵总，林芷墨个人错不能算在我们整个集团的头上，您听我给您解释，我这有详细的介绍。不管你是谁，我们不想听。你再不走，我就叫大堂经理了。可是，大堂经理来了。你们怎么什么人都让随便进呢？女士，请吧。我这样，一定要帮天宇把生意抢回来，然后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。还有什么办法呢？直到今天才来跟我道歉。你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江城，如果当初你直接问我要股份，我也会给你，何必虚情假意跟我交往了七年，顾然哄你掉我，现在又污蔑我和顾天宇呢？直接跟你要股份，你当我傻了吗？全世界谁不喜欢钱？我知道你跟顾天宇不认识，临时抓了他。竟然真的能当总有考虑，干什么？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停止污蔑我出轨顾天宇？很简单，我要顾天宇和你从凌晨彻底消失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停止污蔑我出轨顾天宇？很简单，我要顾天宇和你从凌晨彻底消失。你们简直是胡闹！江城，你现在已经落魄到靠污蔑我来抢生意。江少就这么没有自信吗？也对，你们的生意已经一落千丈，就等着赵总的资金救急呢。顾天宇，你敢不敢承认你就是故意陷害我的？你才是世界上最阴狠的人！林芷墨还不是靠遇见赵太太得到了机遇，走狗屎运有什么好炫耀的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比试比试吧。既然你们都不服气，那么这么吧，三天后你们觉得就把你们最好的茶拿出来让我挑选。好，到时候我们看谁家的茶好，就用谁家的茶。我们同意。好，没问题。芷墨是有很多年的泡茶经验了，没想到冯家雪也不差。也不看是谁调教的。这个我可是托人从赵老板的家乡寄过来的，
他那么念旧，只要一尝到家乡的滋味，肯定会跟咱们合作。放心，我会好好泡这个茶的。赵总，赵太太，如何？我们决定还是选择顾氏集团合作。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给你的茶呢？我给你的茶呢？哦，就是你给我的那个茶。夏雪。啊！哎，妈呀！怎么打人呢？要是我把你假怀孕的事告诉江城，你猜他会怎么样？千万不要！其实我家的矿山早就被封了，我只有嫁给江城，我家才有翻身的机会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简单，用最差的茶参加竞标。我要你故意输给顾氏集团，这样我就可以跟天宇说，一切都是我的功劳。跟你合作就对了。什么？江城破产了？怎么会啊？我不过就是输了一场竞标，怎么就破产了呢？冯小姐，你不知道，少爷的公司早就进入了亏空状态了，很多股东已撤资，他就想靠这次竞标周转资金呢。本来想靠江家，现在也靠不上了，怎么办啊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赵总，就算你不放了我走，我还想继续跟你做事。你一个废物，我留你有什么用吗？江城，你还是不知道悔改。你滚！在十分钟前，我已经买下了整座江氏大厦。现在该滚的是你江城。对了，三天之后，我将和芷墨大婚，我会在最角落的位置给你留着地，给你留个存折机。恐怕你也不想别人注意你这条丧家之犬吧？天宇。把他赶出去。或许再靠近大厦一步。自己醒吗？江总，不好了，冯家雪把家里的古董、值钱的全都拿走了。冯家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都已经破产了，还问我什么意思？告诉你江城，我根本没怀孕，拿走的那些东西就算咱俩的分手费吧。林芷墨，我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，你想这么就算了，没门！听了三道话，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。
天宇，你为什么还不让林芷墨走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次全是靠我做冯佳雪的工作，我们才能赢的。欧阳薇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给江城报信的吧？那我也是为了挤走林芷墨，当上陆太太。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说什么？天宇，我们可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啊。朋友是这样的吗？你自己走吧，替我找人送你。顾总，你叫我。我打算把江城的公司还给江正华，他是你爸爸，就算给你的彩礼。多谢顾总。还有啊，以后别叫顾总，叫老公。这不是在公司吗？让人听见了多不好。赵琴，滚出去。我妈说了，三年报呀。这顾太太，你意下如何？这目标有点高。你简直是怀疑我的能力不行。顾天宇，原来你是这个人。林芷墨小姐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裕和贫穷、健康或疾病，都永远与顾天宇先生不离不弃，永结同心吗？我愿意。顾天宇先生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顺境或逆境、富裕或贫穷、健康或疾病，都永远与林芷墨小姐相亲相爱，不离不弃，终生相伴吗？我愿意。我反对。江城，天宇，天宇，好喝吗？跟我做的呀，差太多。不可能。芷墨胃口最近很差。没有啊。让我想起当年我老婆怀孕时候的情况。